载有液化天然气的油罐槽车24号上午突然爆炸起火，经过现场的车辆拍到爆炸瞬间，火团覆盖整片天空，伴随着爆炸声响相当惊人，许多的伤者徒步逃离，皮肤严重烧伤，据传已经有8个人死亡，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出，事发原因是天然气槽车在穿越一座高度较低的路桥时不慎撞上，才会引发大规模的爆炸。